拢真正是牛进出来的人上厉害，将我是亲目睭看到的。我问梁静川用什么方法脱罪，事实就是安尼。那真正是安尼哦，我一定要求警方都要调查清楚。是讲哦，是安怎牛进川要对付你啊？啊，讲到底哦，就是你甲牛进川的纠纷，甲才去害到爱讲啊。你即摆是啥物代志？你要后来我证明唔对啊！你甲牛进川有遐尼侪利益勾结，你当然会无骗伊。爱讲真正有够可怜啊！因阿公为着要趁钱，竟然剥皮伤害伊的凶手，你真正是比真话你更好钱！你是咧胡白讲啥啦？你这啥物代志让你牵拖牛志川啊？我咪当讲啊！你伫小田女遐哦，代志做伤久啦，歪想人伤济来找你报仇，才害着阮爱讲啦！臭流氓！你唔敢承认你是黑道？我是黑道，伊阁安怎？你这个白道比黑道更好啦！再讲一句啦，我唔准你这臭流氓敢爱讲高高低啦！你出去啦，出去啦，死啦，出去啦！你阿气甲动手啊？是死甲动手的啦！哼，高志良啊，我对你足失望的呢！你阿咧声声句句哦，讲为虾米甲我爱讲当作家己的亲生查某囝来看待，阿怎？你有这臭流氓，你害我爱讲哦！你应该会当较细声。洪启明，我讲过啊，我咧现场看到的。是梁靖川错害动手，唔是因为苦劳过去做兄弟所引起的麻烦。志田就是，你有大做歹代志，煞无迄个大家是人性。你甲彭启明同款，遐尼爱牵拖啦。而且啥拢知影，当初就是你设计，计也是怎么你的。然后去予彭文雪发现，你就准备要杀人灭口。无怪彭文雪甲爱将看到你，拢惊你惊到要死。阿哥。你敢知影？还讲刘青的时阵，伊甲我讲啥物？伊讲伊生活了真痛苦，伊无想要阁活落去啊！伊逐工拢过啊生不如死。你这个做爸爸的，你无予伊家庭温暖的中途线，你阁予伊这么侪痛苦？阿坤啊，我少跟你讲这啊。郭志亮，你昨跟我讲，爱将去找肯志，你来讲一寡代志啊。爸，卖娶了郭志亮的西人。志田健司，你真是敢做唔敢当呢？我亲目睭看你跟爱将咧起冲突，爱将阁想要伤害家己，这拢是因为你唔肯对爱将讲老实话，不会对你切心。你哪会当让爱将受伤啊？就算讲伊问你的代志，你无法度回答，你当是个按奶嘛？哪会当让失控啊？按奶，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你当作爱将是杀飞鹰啊？你给伊一粒糖啊，伊就会好好让你按奶啊？爸，爱将就是受到伊还佮有迄落的西人来对付我，我安怎甲解释伊拢不爱听？这的人一个一个。那个西人，咱一家伙啊，感情真正哦，杀人不见血，因足影响呢。向辉啊，我去看查某囝。我无可能让你去，因为你就是爱将上大的痛苦来源。你一日去，只是更加让伊失去求生的意志。我无可能让你继续伤害伊。喂！那有外人哦，组织亲人去看白人的道理啊！啊，你搞啥鬼啦？啊，若无，我叫平野保全把你赶出去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莫往里面看伊哦，你是犯着强制罪哦，我当报警抓你哦。无啊，你莫往里抓你啊！阿姐，从今以后，我会把你的手好好砍掉的，你嘛一定会把我手好好砍掉的，千万不能放过。好吗？咱做伙好啊，活落去。咱会才对伊啊，咱所爱的人，咱才好代替伊好啊，活落去。所以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。我
剩我一个人。我拢找我爱讲的，这做不正常诶！你敢知影？爱讲不听话，哦，伊拢唔敢唔接我电话哦。我记出啥哦？伊拢会赶紧去做，阿麦乖乖听我话。不过奇怪呢，我拢找无伊的人，这真正无正常，无正常。你替我找好无？你敢知影伊食足济苦呢？迄拢是因为我跟我妈害伊的。伊是无辜的，伊是无辜的，我要保护伊。尤其，哥我伫遐，你莫后白想。小姐透早，派爱姐去台中出差啦。阿又讲啊，伊昨昏无睏好，可能伫车顶睏去啊，所以无接你的电话。哦，伊台中哦，哎，伊台中从哪？当然是新职责开无代志啊！钱啊，顶礼拜就去啊！啊，我代志伤济啊，所以决定派爱姐去甲斗相共。嗯，肯定多谢你啦！啊，拢是我糊涂，一阵仔代志遐尼济哦，拢袂记新职责要开无的代志呢。爱姐真认真啊！我嘛真清楚伊能力，所以我才愿意放手，让伊去表演啦。你哦，免烦恼遮尼济啦。卡叔这边哦，薪资者客户案，爱将表演较好，那你会找机会，把公司其他同事介绍伊熟识，我另外安排重要职务，让伊去发挥，好不好？嗯，多谢你。先到嘞。好，休困，好不好？来，其实我不是条干要白酒场面啦，是因为拄只我咧困的时阵啊，梦到爱情规身躯火徛伫我面头前呢，爱做是温柔安尼甲我讲哦，伊讲妈。我以后袂当陪伫你的身躯边啊！啊，不过我足爱你的。爱甲我讲哦，叫我爱放下一切，心内干啦爱给掏好开。我感觉足奇怪嘛，足惊呀！我甲伊问讲，爱讲，你奈袂安尼干嘛？后壁讲话啦，爱讲到还袂甲我应呢，我惊甲精神啊！啊！试过了后，我有打电话一直要找爱姐，不过拢找无人呢。我唔真真紧张。我了解啦。我若是做这种梦，我咪讲足惊吓的。尤其，你是惊失去爱姐，你才做这种梦。我讲没烦恼，你放心，爱姐真平安。我不要出意外。啊，只有你哦，才会当让我有这款默默的安全感。那是无你，我是要安怎？庆姐，你有婚戒嘞？我的婚戒，尤其啊，你看，赶快无挂。你婚戒我找足久的，我袂记放喺倒啊啦。袂记的，我嘛袂记的呢。啊，咱的婚戒是你爸无记啊，安尼袂用的啦，迄婚戒足重要的呢，你还阁会记无？伫啊，咱出车祸了差不多半年外，我偷偷啊休养，人较好势时阵哦，你又特别鼓励我，带我去点买啊。所以婚戒对咱来讲有真无同款的意义呢。尤克，歹势啦，婚戒真正无去啊。那不然啦，等你出院，我
我就陪伊去买新的一对，好不好？袂用的，袂用的，咱即马就来买。行行行，尤奇，来买。尤奇，尤奇，你即马来陪伊呢？无紧啊，无紧啊，你替我请假一下，就会当去买啊。啊，若无，我无法度常常伫你的身躯边啊。啊，你人阁生得遮尼缘投，万一你伫咧外口应酬的时阵，别个查某咧笑想你，安尼我是要安怎？我会惊呢。姐，你替我去甲医生请假，啊，我换一双衫，小可整理一下，咱就当出去啊。好，姐。哎，尤奇。你看，我是不是很厚的？我选的这对新的婚戒哦，跟以前那对很像的呢。这婚戒有还是无，应该是很重要的。哪会不重要？很重要的。古埃及人有一段流传，有一条爱情经脉是对心中直直通对每日在的尾端，啊，只要你把手指挂伫个尾二指，迄就表示讲啊，咱的爱情是你心中上紧的所在。所以这手指若挂起了，就袂用阁拔落来，就表示讲两个人永远袂离心。天志，你是咧想啥啊？想到安尼戆心戆心？无啥啦。我就想起当年咱买完手指，就亲像安尼手牵手送无转去，一路发生的代志。我嘛会记迄天的代志呢。迄天哦，手指买了，我伫遐足欢喜的，讲我拣的手指足好看。啊，你说这么认真伫咧甲我计算，一卡手指啊，价值偌济钱？啊，若是换算成台币，迄个阁有偌济钱？哦。听讲我规个头壳有够戆的，想袂到你嘛会记得迄间代志。当然嘛会记得啊，只要是甲你有关系，每一点每一滴我拢记甲清清楚楚。一定是二十几年前的代志啊，煞把一年都过啊。迄个时阵你对我真正就好啊。人我即马嘛是同款对你遐尼好啊，而且我嘛同款遐尼爱你，以后的每一天我嘛会同款遐尼爱你。啊唔对，唔是同款，是我会对你搁较好。可惜人生有一个路行唔对，就无得回头啊。我知影我妈亏欠你足济，也毋过我有讲过，我会弥补你。我妈知影有真济代志我无做好势，你一定感觉足委屈的。也毋过我妈即摆已经无伫个，敢会当请你代念咱查某囝爱情的文章，暂时先把这个恩怨尽量放下。我甲你保证。我的歹性地会尽量改掉，我也会做一个温柔的妈妈，做你织田健司完美的太太，好不？尤其，多谢你把我一段美好婚姻记住。虽然迄时阵我未想起，其实我就是高志良，按过你的付出，我拢感受着。这嘛是现状，到最后，我会原谅你的原因。咱的恩恩怨怨已经相当，无相欠啊！你是安怎？奈拢无交我意？你是唔相信我讲的话啊？我当然相信你啊！你哦，现在身体养好，唔通袂记。爱情要输来见妈妈。好了，报告警官，你跟来等。